来了，准备。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y， 我江哥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钢铁人模组，这个是 Energy Blaster， 它好像是类似手吧，手变形了，然后它可以变成什么？哦，它是有点像是把车子给把它打得很远哦。哎呦，这对大卡车没什么用。那个机器，哇、哦，那个机器越打越远啊！哇、哦，还有追踪飞弹，这样右键还可以慢动作，没有？慢动作，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血量，还可以看到速度，有点像那个测速照相的感觉啊。跟踪呢、欸，跟踪呢、欸，跑远哦。来，我们看看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是双手的，双手的哎、欸，所以看到单手跟双手，外观是看起来都一样。看一下双手，哇，两颗啊！哎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比刚才那个好。哇哦，冲击波都出来了。还会打错东西就对了。OK， 那左边那个是能量条，它会消耗，那到底的话就不能用了，不能发射了没有？哇，两只手的比较厉害。来看看其他的招式啊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之前就有的这个，它可以连射。能力能量条不够了，好，没关系。还有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最经典的招式啊，每次的角度都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要等他回复一下。OK， 双手，等一下，我把，哎呦，我被车撞了我。等等，为什么会有那个红色骷髅头出现？那是敌人哎、欸！他们在打警察，我是不是要帮忙一下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他过来了，啊、他过来了！哎、欸，我干嘛怕他啊？我是钢铁人啊！来啊！哎、欸，干什么啦？自己打自己啊！哇，被撞了！来啊！再来 ！Come on！ 哇哦！哎，别抓！别抓痒！哎，他们血量很厚的样子啊！哎呦，感觉要打好久哦！他们好像是进化的那个机器人还是什么的，感觉很厉害啊！我们看一下，这个。一般的招式有拳头，有双刀，还有这个，这什么？哇哦，这是什么啊？那有点像锤头啊！看看，打车子会怎样？哦，要给它打起来，还漏油了嘞！哦哟，哇，好帅哦！是吧？哇，还可以跳起来打呢！哦，好多姿势哦！哎呦，还可以连续击耶！打，哎呦，弹起来！哇，连续击，这好强哦！摔倒！哎、欸，我来扶一下。哦，人不见了。OK， 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功能啊？这个是一般的刺针飞弹嘛？这是什么 ？OK 啊，单发的。错、啊，它不是朝一个方向，它是有类似这个区块的，但是它不是单一个点。啊，这个细节做得很好、啊，看看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喷水啊？为什么喷水？这什么功能啊 ？Darts 好像是类似飞镖吧？哎，我把人家干掉了啦。我才射一刀而已啊！
很烫啊。然后这次飞的时候，我还会看到小翅膀，有没有？哎呦，错啊！哎，不是有人，是有敌人吗？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对打一下！哇，刚才打不死的，一刀就挂了。哇，这个强！哦，这个强啊！OK，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哇哦，这个是飞弹对不对？它爆开还可以变成小型的小飞弹出来。哇哦，车子就这样子爆了。奶奶，为什么没有警察通缉啊？哇，它好像还可以连环爆哎，太强哦！它是直线的。OK， 那这个呢？这个好像是从上面开始，这样子，从上有没有？往上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往下打，有点像是区块射击，有没有？哇！连警察也不想理我了。哎，我瞄的是这个人，为什么要打车车啊？哇！哦，它显示出来这边有四个人在射我来，哇哇哇，好多红色小点点是代表人。啊，这。是因为我瞄准的那个地方会被炸到，不过它还有血量出现，100的大概代表它的血量。哇哦，连躲都不能躲啊！瞧瞧还有什么功能啊？这个是机枪吧？这个有那个血会损少，它一开始是100啊，打到人的时候会慢慢的变，现在23了。不会少，因为他穿的厚，就厚吗？对啊，42啦，哇，42，越来越少，48了，就像是火焰弹，打到会烧起来。哎呀，烧了，烧了，烧，烧了，烧了，烧，烧。细节做很精致哎，来看看，这应该是爆裂弹吧？是什么？对啦，爆裂弹。哇哦，它可以这样死，我整片的。OK， 我们看看我们的大招，原本的大招长这样子。哇哦，有没有点像那个冲击波？哦，整排的有没有？好啦，我们最后的大招，我先让它集气到满了。左边那个能量条需要跑一下 ，OK， 来了，准备。吼吼，好酷啊！它那个翅膀直接打开啊，然后射出那个光线。哇！只要是那能量条够的话，都可以射。因为它其实扣的不多哎。没扣吧，对吧？哇，好了，我们去这个军事基地一下好了，去看一下坦克车是不是也这么容易打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 ，Let's go。哦，飞行模式也可以用这招就对了。OK， 所以我标注的地点，它会出现在。地图上面，然后会显示还有多少公里啊？现在4000多。等车来，等车来。啊，哇，烧起来了！啊，坏掉了吗？坏掉，坏掉了！我一招就把它打坏了。坦克车就这样坏了？哎，我试试看之前那个版本可以吗？不行啊，之前那个版本不行。顶多往后退一点，而且它耗那个能量耗很快。我们试看这个啊，双拳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招可以，但它也是蛮耗能量的。哇，
哇，啊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影片先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次呢，就找北斗霸脑拳一决胜负一下，先这样，各位，拜拜。